刚喝多少？什么时候喝的？什么时候喝的？什么时候喝的酒？12点多。12点多，现在几点？超过15分钟了。刚喝多少？2-3瓶。好，等我们酒测器来。我其实不是喝。好，没关系。等下等我们酒测器来。好，我们依法对你实施酒测，好不好？你相关权利，我等酒测器来会跟你说明。好。12年10月，今天几号？走了，我们讲。10月10号，现在时间。都去讲了。4月10号 ，Hello， 听一下。今天112年四月十号，现在是时间是1:45。好，确定要拒测哦。拒测，拒测我就按下去了哦。好，拒测。再问你一次哦。你想好？拒测，想好。OK， 拒测，我按下去哦。OK， 88万哦，现场。警方于4月10日凌晨1时许，巡经辖内樟树二路超商前，发现林男饮酒骑乘机车，那警方上前拦查时哦，林男立即加速逃逸。经通报拦截围捕，警方最后在樟树一路119巷内拦查到林男。那警方当时发现林男身上散发浓厚酒味，要求配合实施酒测，为林男坚持不配合酒测。那全案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5条，举发林男酒驾拒测，并移至保管车辆。